荒凉，偷偷地跳上你我童年战场，看左左庭院都像放梦的狂想。如果心情不好你就大声叫，如果遇到失败你也别烦恼，如果不能飞翔你就努力一蹦三尺高，做一只快乐的无敌三脚猫。插上爱的翅膀就充满力量，我坐上梦的飞船你就能去任何地方，就让每颗心灵都照进阳光，世界因你而充满希望。错的短信和充数的烂鱼。老婆，老公，好老婆，好老公，我的超级无敌八零后的好老婆，我的超级无敌七零后好老公。哎，老婆，你这个姿势看上去很享受哦。你看出来了。哎，老婆，今天是我们认识七周年的纪念日，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当然有了，老公。说，你刚才上车门没关好，在夹着我头发呢。啊哦，哎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半天什么眼力劲儿啊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头皮还在啊。啊，不是不是，完好无损，完好无损。红着呢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老婆老婆，你看啊，认识你这七年，是我这辈子感到最快乐、最高兴、最开心的七年。我真的，我很想继续再这样和你过日子，再过七十年。老公。所以呢，为了表达我和你死磕到老、奋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和强烈愿望，我今天特地为你准备了爱心小礼物。天哪，还有礼物啊！Close your mouth。哎，不是 ，close your eyes。等一下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睁眼。耶！骷髅头。骷髅头像话吗？啊，仔细看，那我，你老公，我的头像，我亲自雕的。这样啊。嗯，别说这深眼窝、嘬着腮、瘦骨嶙峋，这奸臣样儿跟你是有点神似。你才奸臣呢！哼，老婆老婆，来来，待着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他就会陪伴着你，保护着你。每天你一低头，你就会看见他，看见他你会想起什么？食人族。什么？就食人族，就以前那些部落把抓着的战俘就该吃吃，吃差不多剩下头盖骨啊什么的，就穿成串挂胸前。啊，对，你这么理解也成。如果你是那凶残的食人族，那我就宁愿把我的头盖骨挂在你的胸前，永远做你的战俘。你还真浪漫。那成，那挂着吧。哎，我的呢，老板？嗯，你的什么？礼物啊，我的礼物呢？你的礼物啊！哎呀，你这个问题，那问的很有意思。你不会没准备吧？怎么可能？这，哎呦，真逗！嘿，你这个永远都想不起来送我礼物的人，都准备礼物了。我这么浪漫的人，怎么可能没准备呢？我精心为你准备了的呀。哪儿呢？我以前送你的礼物啊，都是物质上的。嗯，今天我送你的礼物是精神上的。哦，一次灵魂深处美的享受哦。闭上眼睛。哎，等我一会儿哟。快点哟。好好想想，我在女人街买的那打折处理的干花瓣，还有
在京五星买厨具，人家搭的那个烛台。还有，在国际天桥买袜子，人家送的那瓶花露水。之后，在二楼卧室，在我们每个夜晚一起入眠的那个开满鲜花的地方，深情款款等你来。哎呀妈呀！幸亏我有机智，我简直是个天才！不费吹灰之力，有一个浪漫的一夜。我猫啊，你干嘛呢？哦，马上有那个社区口琴比赛，秦诺说明天必须练会。社区口琴比赛，这秦大可又去给他妈帮忙当借口，过给你们这帮小孩当老师的瘾的吧？是不是，程程？嘿嘿。猫，今儿你能不吹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难听。难听才得练呢。我妈说了，只要功夫深，天出猛神。你妈说的那是精神，你要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，值得鼓励。你要是给我发出铁杵磨成针的声音，就是讨厌了。你今儿不许吹，你要再吹我铃，你带口琴一块全都捅出来扔出去。不吹就不吹呗，激动什么呀？短信都发出去了，没法依赖我呀你！就你给我这捣乱，一会儿那小姨夫进来跟他说，我在楼上啊。虫虫，虫虫，天儿不早了，一会儿你让哥哥送你回家啊。老婆，老婆。您楼上请，请您呗。啥嘞你？行啊，小子，天才！天才也不如女生。嘿，待会儿早点送虫虫回去啊。嗯。刻的这个项链的份儿，好不好？哎，咱们别那么形式，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老婆。好吧，看我今天不把你给。喂，我是手机宝宝，这谁这不开面啊？这关上。我们经理过去找我有事儿。嘿，哎，徐经理。没事，我刚叫一声。哎呀，您有话说，您笑什么呀？嗯，在哪儿？什么在哪儿？哦，您是不是说我给您准备那文档呀？我给您放桌子上了呀？啊，不是，您说。我们一起入眠的那个开满鲜花的地方在哪儿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呀？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对不起，我先挂了。群发。
周总，周总，您真是误会了。哎呦，那您能当我没发过那短信吗？你说什么？姓周的，你再胡说八道一句，我抽你！我什么人呢？这周总是吧？没听你说过呀。嗨，以前传媒公司那老总。喂，我是手机宝宝。喂，谁？哎呦，哎呦，刁嫂啊！啊！我都2年没见着刁哥了。嗨，真的真的，这是一误会。本来那个信息我是发给我老公的，昨儿是我们俩纪念日，结果我摁错一钮，给摁成群组群发了。我要是撒谎，天上降下一道闷雷，把我劈成一截小木炭，还不成吗？得亏现在没打雷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嗯，行行行，好，哎，我上你们家看你儿子去啊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刁哥刁嫂，这有什么人？怎么听着这么像黑社会呀？嗨，这刁哥呀，以前是 IT 公司做销售的，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害臊，都奔40的人了，老出双入对的。我们小年轻挤得他们，给他们起的外号叫“神雕侠侣”，简称刁哥刁嫂。其实人特好，都是老实嘎的。从昨儿夜里到现在，您接了有100个电话了吧？哪？96个。喂，我是手机宝宝。嘿，谢谢花姐。接个电话，接。喂，啊，嗨，啊 ，Tom， 不是 ，Jerry，Mickey， 肯定是 Mickey。哎呦，你别让我猜了，中文，说中文 ，Chinese，Come on，Chinese。嗯，你家小五子都认识些什么人呢？哎呀，误会。It is a 标准的误，哎，误会怎么说 ？Mistake。对。It is a 标准的 mistake。花姐，帮我倒杯水。点儿都不用功了，哎，你看看人家，笨果爸行，小锦鱼也行，连虫虫，啊，虫虫是不行啊。我行，但是我没口琴。哎，干脆你把你那口琴给虫虫弹了。想得美。那你那吹的叫嘛玩意儿啊？我拿自行车的打气管子对着口琴吹，都比你吹的好听。那你拿打气管子对着吹。行，行，我拿去。行行，回去坐好了。你说你们这帮倒霉孩子啊，为了你们拿个好成绩，我连西饼店都停业了，让你们从这儿练习，你对得起我这一片苦心吗？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训我们小孩，训我们你高兴啊？嘿，我还治不了你了，我还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什么官？你这有酒吗？啊？哎，孩子们，咱胡串练习去啊！来，注意，快去，你好好练啊，董航，快去。差不多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你再难受，喝那么多雪碧，喝不醉不说。我这第二天也没厕所，你不憋了？我痛苦。我没想到赵小五会这么对我。不是人家怎么对你了？你不都知道是这手机信息群发错了吗？问题关键不在这儿。那关键在哪儿呀？关键。电话打过来啊，五行八组三教九，什么人都有，我竟然一个都不认识，足足96个电话。我说你们家赵小五这社交圈子够复杂的。我说你们俩认识都7年了，你以前没看过他手机上？当然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俩刚好上的时候看过一本书，人书上说了，说夫妻之间
应该有自己的空间，每个人都有保留自己秘密的权利。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全透明的。就拿你跟老卢来说，你们俩好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说你会去偷看他手机吗？你可真哏儿，这素质我有啊。再说了，我要真看老卢手机，那老卢不得跟我急呀？还是的呀。但是我会偷窥他手机。啊？哎，你看这书写的没错啊，这夫妻之间是不能全透明，但也不能不透明啊。嗯，我觉得这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半透明的。半透明的？对，这夫妻之间都有保留自己秘密的权利。嗯，也就是说呢，他有保留他手机里秘密的权利，我就有偷窥他手机里秘密的权利啊。你是说？吹得很好啊，机器人啊，坐那儿吧，通过了。哎，秦叔叔，为了今天的小考，我跟爸爸联手创作了一首小考奏鸣曲，你看我能不能在这块演奏一下？行了，甭闲呗了，坐那儿啊。好的，秦叔叔。哎，小韩，拿果冻奖励。吃啊。嗯。董航，该你了啊。不到我呢。那你看看没吹的还有谁？还有虫虫。虫虫没口琴，要不你把你那口琴给他。赶紧的，别磨叽了啊，快点。你们等会儿啊。昨儿我听你说了，真的挺好的，我回去琢磨半天。那行，那就按你说的做吧。啊，好吧，加油，我支持你啊。我还忙呢。你忙吧，你忙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哎，咱刚练到哪儿了？报告，都练完了，该合练了。还有人没吹？哎，不如你们俩去，撒手。注意团结！你说罗伯特，你平常表现挺好的，怎么今儿还不如人董航了呢？啊，是不是？行行，大伙儿来过来排队，排队排队。不走到跟前仔细听啊，还真听不出来，原来一直不着调那就是你呀，董航。哎，你跟人罗伯特学学，你看人家吹多好，是不是？这么多人凭什么对他好，我不好啊？哎，你知道你这叫嘛吗？你这叫滥竽充数，你知道吗？咱好好吹，再来一遍啊！来，预备，起。
对了，董航，这不处理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在这儿呢。哎，小五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我手机忘带了，还丢了呢。哦，花姐，嗯，有人动过我手机吗？没有啊。是吗？怎么了？嗯啊，没事。嗯，关键在家吗？在啊，刚才还在这儿呢，这会儿在你们自己房间吧。你找他呀？没有没有，随便问问。哦。庆幸总算社区口琴比赛第一名，哎，这辈子没干教育的好事，算是取材了。光有什么的呀？他明明是最差的，对吧，机器人？知道的是机，我搞的机。我衷心祝福董航同学，可是我知道他是作假。哎呀，笨死我得了！这么好的方法，难道你还没想到呢？怎么跟闷棍儿似的？星期六，星期六，我是吃土豆的牛肉。牛肉一，虽然我没有口琴，但是我会唱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。让他偷看你手机呀、啊！百分之百，我之前就觉得不对劲了。啊，我手机现在一打开，都是通讯录那目录。对啊，我还玩手机游戏、啊，所以大部分时间打开我手机应该是游戏那目录才对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还有更可气的呢，今儿我手机忘带了。嗯，我回来我手机摆放位置都不对了，我再仔细一看，里边好多号码莫名其妙让人给删了。有花姐的证明，当时就她跟爷爷在。哦，不是她干的，那还是爷爷干的不成？哎呦，这个关键太过分了，他居然还删你的手机号码。不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关键不是那么卑鄙的人吧？再者说了，你不是告诉我你俩从来都不偷看对方手机的吗？我那么一说你还真信？哎，那我问你，嗯，大可看你手机吗？不看，从来不看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很好，那你呢？你看大可手机吗？我从来不看的呀。哎呀，我真的从来不看他手机的，要看也是偶尔看一下啦。一年能想起来的也就那么三五回吧，真的。嗯。也就看十几次吧，一个月看一次，真的，我没说假话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天天都看他手机，行了吧？你承认就好。那我问你，你卑鄙吗？不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说啊，其实不光你偷看大可手机，我也老偷看关键手机来着。你不就天天看吗？我比你看的还频繁，我是逮着机会就看，我是时时看。刻刻看，真的、啊。总之，我觉得男女朋友也好，夫妻也好，咱们偷看他们的手机，那是天经地义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卑鄙不卑鄙的。嗯，哟，小五，你这个道理讲得太好了。不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？你看啊，你既然互相偷看手机不是什么卑鄙的事情，对吧？那你找我来干什么？我们还商量什么、啊？可是这又不一样了呀，咱们是小女人，小鸟依人，他们呢是大男人，
咱们偷看他们的手机，那是心细如发；他们偷看咱们的手机，那就是心胸狭隘。再说了，咱们平时看看他们手机，那也没有恶意啊，那是例行检查。可是这回呢？这回是因为那天夜里，我手机误操作发生了短信门事件之后，他心中起疑。他这个大大咧咧、从来都想不起偷看我手机的人，才想起偷看我手机的。你偷看偷看呗，还删我号。这是侮辱我的人格，怀疑我的人品，性质多恶劣。你不说吧，我还不觉得。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哦呦，小五，你简直太有办法了！这事情要搁我身上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哪儿跌倒了，在哪儿爬起来；哪儿丢了的，在哪儿捡回来。夫妻是什么？是对手。你可不知道，自打短信门事件，哎呦，他可算占了上风了。对我那个带搭不理的，说话永远是话里有话，拐弯抹角、阴阳怪气儿的。这一肚子委屈啊，不是跟你，我都不愿意说。真的，小五，那个他怎么对你啊？比方说，他要是上班去，下班回来，我就问他，下班啦。你猜他怎么回答你？他说出来能活活气死你。他说，下班了。太过分了。不是，小五。那他应该怎么说呀？他以前说的就特好，特感人，特温馨。我问他，你下班了？他肯定回答我，下班了，老婆。多大区别？有什么区别啊？当然有了，这里边有关键字老婆。他现在嘴上不说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心里都没有了。现代陈世美，哟，老卢在呢。下班了。啊，下班了。老卢，今晚跟这儿吃饭吧。呸！哎，老卢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妈，我这辈子跟定你了。哎，我说别噎着啊。知道。哎，妈。这回那个你拿那个最佳演奏奖，太悬了。以后千万别这么干了啊！要不小金人，你是 IQ 最弱，你还是啥吃？什么意思？你智商低，你幼稚。好，你敢说我？哎，妈，还有吗？小金人，咱这回想拿一奖，占了不少便宜，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呢？因为口琴比赛完了呀。口琴比赛完了，还有好多比赛呢。对了，我给咱仨报名了一个那个合唱队。啊！我的妈！猫，你就五音不全呀？挺好吧您呢？我六音全。来一个，荡起双脚啊！行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滩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。唱怎么样？小金鱼儿，跟班儿干，给我回来！上一次在短信门事件中，我名誉受损，人格遭到怀疑。
这次在偷拍门事件中，我要把失去的尊严都找回来。关小贱，为让你贱，等我掌握了证据，有你好看。小五，加油，我挺你。喂，王宇呀，我是你的初恋女友赵小五啊。喂，我是你的初恋女友赵小五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他给熟人打个电话，有点激动。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，还初恋男友呢。哎，花姐，您忙您的去。哎，没什么事儿。你的短信我收着了。那行，那你好好的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啊，小五，咱去趟超市，陪我买点东西。走。哎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搁家吧，用我的。我们出去一趟哈，半个小时就回来。啊，去吧去吧啊。哎，花姐。超级无敌霹雳嘴，吹遍天下无敌手的秦叔叔啊！秦叔叔好！哎，都站好了，站好了。秦叔叔，今天是星期六，这可是社区课上团的地方呀。对，您负责的是口琴队，口琴队活动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是合唱队，您来瞎凑什么热闹？不好意思啊，黄老病了，这礼拜合唱团的活动我负责。没关系，他也挺好糊弄。哎，小金鱼儿、奔波爸还有董航，我知道上次口琴比赛你们都是滥竽充数的，这回参加合唱团是不是又想学电视上的歌星假唱？干嘛呀？干嘛？哎，干嘛干嘛？站好了，站好了。哎，我们先唱首熟悉的歌啊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瑶瑶，起个头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预备起！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。花姐姐，怎么是你啊？那天晚上也是我。Thank you.
我们家关小健拿着手机，犹豫了半天，连盖儿都没开，放下就走了。那我手机最近丢的这些号也都是你删的喽？也是我。哎，你太可气了你！哎，你为什么呀？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啊？行了，怎么没我事儿？我就是看不惯你，不信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我？小五子，虽说咱俩是亲戚，可我是真觉得人小管这孩子不错，真是本分，对你多好啊！说他白依白顺不过分吧？啊？你说说你那天给那么多乌七八糟的人发短信，那些个人又一个一个给你回电话，我在一边看着的，人小管心里多难受啊！我气啊！我气！我百爪挠心。尤其那天夜里，孩子可怜呀，这个手机是拿起来他放下，放下他又拿起来。华姐姐，我是结婚的人，这心事全明白。小五子，你们小两口在一块过日子那么长时间不容易，得珍惜。花姐姐，再说我也没不珍惜呀、啊。你珍惜，你珍惜，你手机上那些神神鬼鬼的号码，你小管他，能一个不认识？哎呦，那个我手机上那建的那个群组，那都是以前一些老同事的群组，平时也不联系。可是你说我把那号码删了吧，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，所以他才一个都不认识呢。那就对了，既然平常都不联系，你删掉他们有什么心疼？亏你平时还一口一个老公老公的叫着，有什么人能比自己的老公还重要啊？怎么都成我的不是了？这两天你讲那么多电话，着急上火的，我给你熬点梨水，败败火，润润嗓子呀。来啊，哎，我喝点水啊。哎哎，老婆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？怎么了？嗯、啊？怎么了，宝贝儿？嗯、啊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错怪你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都过去了啊，没事了啊。嗯。什么事啊？啊，说，怎么错怪我了？没事没事。看什么书呢，老婆？心灵鸡汤。你都瞎掰，来喝你老公给你熬的鸡汤。谢谢老公。老公，你说夫妻间碰上可疑的事儿，该不该怀疑？你说呢？心灵鸡汤上说不该。所以说他胡扯嘛。要绝对相信你的爱人，那是说仙儿呢。咱们都是凡人，碰上事儿了，心里含糊一下很正常。哦，当然了，那主要是说你。如果我碰上这个事儿，我必须做最深刻的检讨。可是咱说良心话，你怀疑一下怎么了？你问问那些写书的，他们按他们写的过日子了吗？嗯，
那就是说我们都没错。有错，错就错在啊，当我们怀疑对方的时候，没有第一时间开诚布公的找对方谈，而是背后嘀咕这事儿。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咱俩错误性质一样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咱俩一块儿改。老公，老公你真好。哎呦哎呦，可以。哎呀，选一个机灵的孩子来指挥。好，哎，我看他就行。行，你放心啊。哎，孩子们，曲艺术节就在眼前了，咱就按那天排练那样，你们五个站在第一排，后面还好多人了。嗯，董航，到。这次由你负责指挥啊，啊。董航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社区啊是全曲最后一个登场的，唱最后一首大合唱《歌唱祖国》的最后一段时，你站出来，指挥全场万人大合唱，啊，真的，孩子们，领导可都看着咱们呢，咱们千万可不能出错啊，知道吗？董航，这次你的任务很重啊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指挥。挺好吧你们呗。这孩子行，聪明聪明。董航可不光光是指挥啊，这最后一段是万人大合唱，可这第一段是由你一个人来清唱，怎么样？当着一万多人。对呀，当着万人的面，哎，就你一个人站在高高的指挥台上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只有一束光照在你身上，由你一个人来清唱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们帮不了你了。这孩子怎么生都平安，幸福永在你。